继续我们的旅途。My God， 哇老味！我开始想念火锅，但我妹再赢了，我受够了。哇，好好吃！老公肥皮渣，我现在好不想回家，真的很爽。Casa Vincent 很震撼，很漂亮。马上平时是怎样过拍照的？快啲啊！多人排紧队啊！大家好，又是我美好，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上集讲到我们来 Europe 上 Symphony of the Seas 的游轮，现在呢我们继续我们的旅途。现在是第 Day 5， 哇，这么快 Day 5了。上一集我们最后一站去到 Las Vegas， 去那个五渔村的，我们刚刚呢到罗马，然后现在是早上的七点半我们五点就已经起床了，因为我们等一下八点就要准备下游轮，然后去罗马。路途会有一点远啊，稍微比较远一点，要差不多一两个小时，所以我们呢就要提早出发。今天的行程呢是大概9个小时的加买来回这样子啦，等一下再拍给你们看。你在游轮去玩的好处就是你一到宝你就拎你个 bag 落去就可以玩咗啲，都不需要再做 planning。然后那天有讲到说，我们有两个地方可以上游轮的，一个是巴塞罗那，一个是罗马。所以罗马上游轮的人呢，他们今天就回家啦。你哪里上游轮，你就哪里下游轮。然后这个就是它的 port 啦，我哋而家等紧日出。And then 呢个咧系我哋叫 room service 的早餐，方便啊，懒得出去吃就在房间里面吃。真的，你们前一晚呢可以填写你们要的 breakfast 几点送来，挂在门口会有人拿的，所以第二天呢他就会准时送到你的房间。又是时候给你看我的穿搭啦，出面的是温暖黑色外套，淘宝买的，同埋我里面这一 set 呢是巴塞罗那的 H&M 买的，又是好靓哦，他们的衣服有平呢。袜子呢是在 H&M 买的，它其实不是袜子的，它是套上去让你有那种很像读书的感觉。把那个 catwalk 给你看一下，哇好靓啊，好靓，来拍啊，哎呀，好衬喎，系咪？就咁啊，带埋佢啦。现在我们呢拿号码排队等上巴士，我们去罗马。为什么我们要拿这个 Royal Caribbean 的配套呢？是因为其实你是可以自由行的，可是妈妈想讲说，如果自由行啊，万一有什么事情迟到的话，你上不到船，找海港进。但是如果你们是跟 Royal Caribbean 他们拿配套来讲的话啦，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可能迟了，确定你们是一定可以上到船的。对对对，比如说可能迟了啊，还是怎样啊，这时候游轮呢，它可以等你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我们25号的巴士。罗马上游轮就是这样，呼，扬扬。各位，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斗兽场 Colosseum， 要涌啦，好多人啊，给你们看看人山人海到底是怎样。人呐，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要赶紧。我们怎样跟这个斗兽场拍照呢？我们就沿着路一直去去喊喊到它的后面哦，这边啊没有什么人啊，因为下面很多人嘛，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去了啦，然后我们找这个 spot 拍照，拍出来真的很等一下，哇，专属摄影师啊，哎，很美一下，看到吗，天气好哦，真是什么都好啊，是啦，是哇，你有进步了，好犀利了，因为你看下面好多人，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站在太靠近啊，你看不到整个 building 嘛，所以我们就站在这个篱笆这边，或者是如果你有相机来讲的话，那你可以站在对面拍过去比较好，也没有那么多人，也比较安全一点。但是你们也要小心你们的东西啦，时时刻刻要 check 看你们的环保袋啊，还有包包里面的东西， OK。这一站我们来到这个 People Square 的，放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可以自由行2个小时，然后这边沿途直直走嘞，我们还可以去到那个 Travel Fountain 的那个许愿的，对，许愿池。我好惊，好惊，人又唔知睇睇到几多人，讲不了多人。这边我是全世界的人都来这边，为什么这样多人喜欢来罗马嘞？其实它蛮多古迹可以看，而且太多了，根本一天都看不完，至少要3-4天。对，而且他们的古迹哦。
apartment building 全部都很震撼，很漂亮。看一下前面。哇。我们来到这间餐厅吃东西哦。哇，它装潢很漂亮。然后我们是选择坐外面的，比较有 feel， 可以看人来人往，走来走去。这边也是有。哎，你去里面看，它里面更美了。是哦。嗯。外面是不是比较有 feel 一点嘞？而且我坐在外面，光线好，说我拍食物啊，拍什么东西给你们看，会比较方便一些。如果你们想要有 feel 的餐厅吃东西，或者是喝咖啡来讲的话，你们可以望一望那些小巷，有没有漂亮的地方？你随便选一间都很好看。来到意大利哦，牛肉旁的东西也是蛮好吃一下，尤其是妈妈想讲 spaghetti。意大利一定要吃，对，因为他们意大利面哦还咖喱走味，有冇味？大多数都是手工做，然后有不同形状的意大利面，还有火腿，就算你随便叫一款都好吃。是，哇，我头先以为系食火腿呀、啊、配翅、啊，有啊有啊有啊，原来系面包嚟噶 ，baguette 嚟噶。我想讲，那阵我嚟打包啦。还有妈妈想的 spaghetti， 还有蔬菜。我發覺到佢哋嘅辣椒好好食啊，唔辣嘅咯，嗯。OK 喎，塊麵包冇生硬，我開始想念火鍋。吃面啦，你在意大利啊 ？OK。現在我們前往許願池的方向。耶，我們終於到啦！哇 ，My God， 哇老味 ！A B C D。大家啊，呢个地方真系下昼嘅时候就唔好嚟啦。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拍美美嘅照片啊，七早八早六点啦，喺度排队啦。如果你六点半还没有天亮之前来哦，对，还有机会。是是是，所以就算了吧，算了吧。我们现在是两点，所以就非常多的游客，我们就随便拍啊。而且我们现在要赶回去巴士啊，拜拜。喂，这间是 Apple Store， 很漂亮哎。各位，我们已经到了 Vatican City， 梵蒂冈，不管是叫梵蒂冈还是梵蒂冈，哇，好壮观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游教我们要小心这边的扒手，就是有披那些披肩啊。对呀、啊，他们围着围巾，好像很可怜这样子。对，就跟你要钱，几十几块，然后靠近你呢，他夹夹用另外一只手拿东西。这边呢，有陌生人跟你讲话，都还是问你路啊，尽量不要理他们啦。对，不是讲衰还是怎样，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就不要理他们，直接走就对了。然后一定要顾好你们的东西哟、哦，是，一定要放前面。够了女人，我不会再拍了，我受够了，实在太多人了，好多人啊，一啦，但是我们都找到 angle 来拍照的。 OK 啊，学嘢啦各位，看到没，自己找角度啊，你看他拍照拍到头痛了，好累啊，热心的人就是这样了，成日都要帮人影相，成日都帮人影相。可以不要这样热心吗？够了，够了，够了。人家叫你拍一张照片不了，你拍300张。OK， 够了，够了。不要再讲了，够咗，咩好，够咗。各位，现在我们来吃晚餐咯，今晚要吃日本餐。上一集我就有跟大家讲到，我们上游轮之前呢，我们就已经买了 dining 的配套，就是你可以选3间不同的餐厅吃东西。今天来的嘞，这个日本餐厅是其中一间。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Oh, yeah! Here we go! Chicken is very lucky. Whoa, whoa, whoa. This is her family. I believe I can laugh. I believe I can drink your wine. Oh, my God!
哇，我真的是好多天没有吃饭了，我很感动现在。刚刚交了新朋友，对夫妻 ，Hello， 他们来自南美洲波多黎克的夫妻，他们在一起多少年了啊？结婚53年了，在一起53，再加六59，哇，问佢点样 keep 佢个 love keep 到咁 long 啊 ？Can we ask how do you guys to maintain love bird for so many years？ Patient。Patience, very important. Number two, she always has the right. Whatever woman she says. Is always right. Right. Woman is always right. Men go to the left. Right. You share with them. 好饱啊！我们刚刚吃完那个晚餐，真的很好吃，它的海鲜很新鲜。吃饱了之后哦，我们也是很不得空一下的，我们现在看魔术表演。嗨！真系日日有 show 睇啊，唔惊你闷啊！刚才我们不是交了新朋友咩？那对老夫妻，因为我们有问他嘛，多几天就是下游轮了，是不是？他讲没有啊，他跟着这个船哦回去美国啊，对，还有14天，哇，好爽，直接回美国，而且他们也是超爱游轮的。这艘 Symphony of the Seas 哦，他下个月呢他就会回去美国了，所以美国那边呢又会派另外一艘游轮来 Barcelona 来 room 的，就是那个 Oasis of the Seas， 也是跟那个一样大的啊，一样大的。所以大家 plan 来游轮的话，你们不用担心那个游轮那个分别在哪里啊，还是怎样。首先我们有问那个 uncle 他住什么房，他住 suite room 啊。 suite room 有很多 category 的，哇，这个哇，这个是 love suite， 即是两层的，哇，夸张呢。这个是 owner suite，好大間啊！有廳有房有食飯廳，誒呢個都係有廳嘅，呢個叫 grand suite two bedroom。My God！ Family 咯 ，grand suite one bedroom。哇，都好大咯！今日我想 up 呢個嘅，但係我見唔到。Grand suite 同 suite。哦哦哦，係係係。Grand suite 係房大啲咯，有個細細嘅廳。同埋佢嘅包間呢會好長啲嘅。嗯。有一個 ultra spacious ocean view with large balcony， 包間大啲咯。哇，仲有一個窗口。喂，我们终于到了 Nepal。 看到今天我穿到黄金金，是因为今天我跟妈妈想定了这一个 tour 是去 Sorrento 索伦托。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穿这样 colorful 呢？是因为 Sorrento 它盛产柠檬。哇，幸好我带这个。今天的 tour 特别的早哈，我们平时呢都是8点就出发嘛，今天7点15分就要 meet up 了，现在是7点了，所以我们要下去准备准备。好的好的， Let's go。 Before 你 Let's go， 拍一下我穿搭，很忙啊我。不好意思，那个房间有一点乱，鞋也还没有换，但是这个裙子有点皱啊，跟我的人一样。这个裙子是之前在韩国买的，然后这个衣服呢是在淘宝买的，我觉得很漂亮，而且它不会嘎嘎的，很舒服。 OK， so 就这样啦，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因为现在天还没有亮，也不知道怎样拍给大家看，去到那边才拍给大家看，希望今天天空好好啊，薄比薄比。今天的巴士很好，位置特别的宽敞，整辆巴士只有我们最耀眼，一粒橙和一粒柠檬。我们现在到了 Sorrento， 然后我们进来这个买手信的地方。Oh my god， 它的全部都是柠檬的。柠檬啊，柠檬啊，好美啊。哇，是音乐盒来的哦。阿长，阿王。那 Boso 它其实是披萨的发源地。Yes， 这边应该是有很顶的披萨师傅在这边。我吃这条腰，不吃 cheese。披萨我吃啊。系咩？拿破里披萨我吃噶。嗯，
好啦，但我食唔晒，你嘅披萨好大。然后我们现在咧要自己走，因为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去拍拍照、喝杯咖啡，还有看柠檬啊，还有那个柠檬呢，它用柠檬来变成一个冰沙这样的东西，放在柠檬那个皮里面的，很特别。我找到我們的合體了，檸檬加橙的糖仔。哇，檸檬和橙是最合拍的啦。這個是賣手信的地方，全部都是檸檬的。哇，檸檬餅乾，檸檬做的肥皂，檸檬的酒耶。不要看小小隻啊，30%，酒精30%。耶，大家來這邊一定要喝這個 Lemon Sorbet。 哇，这样的我原来，哎呦，你看人家拍照拍到他都融了，很好吃，很好吃，它很清爽，酸酸甜甜，哦，哇，很解渴哎，不是哦，6块一个，6块牛肉，哇，好好吃，你讲它酸，它不会太酸，它就刚刚好，刚刚好，啊，好正啊，好正啊，好正。真的好喜欢这个地方啊，很舒服，真的。Sorrento 这里呢，它其实是一个小镇啊，所以这边就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繁忙，很 chill。听妈妈长讲说，这边有11条角巷，那些街。刚才那个导游讲，好像是40多条哦。40多条的小巷可以走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有来到这个地区啦，我觉得可以住上一个4-5天，沿途呢你们就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玩。这边一直跟住沿海岸一直走哦，它就有波西丹哦，阿玛。Drive, 然后你可以触岛，本来我们要去那个岛的 Pochi Island， 因为天气不是太好，所以 cancel 了。然后还有 Capri Island， Capri 是一个很漂亮的岛，那个水是蓝色会发亮的，就是在那边。对，不用紧张，我们有机会再来啊。这个就是给我们借口再回来。我哋呢度都选一个惊喜咗。系啊系啊，好靓，我好中意。我们现在在看什么呢？我们坐的那个位置呢是向着马路的，给你们看一下，系咁样样嘅，因为冬天啦，所以凉凉这样，很舒服啊。大家妈妈上个新电话再冇意思啊，全部都系我嚟噶。啊，又系多，对唔住啊，你嘅新电话卖俾你咯。耶，我们回到来 Naples 啦。然后现在是我们的自由行，我们要打算自己看看这边有什么东西啦。来，你们看我们的游轮。这个地方它的码头很方便，这边过马路就是它的城市，是，所以就不需要搭 taxi 啊，还是 shuttle bus 啊，走路就到了。对对对，就在我们前面给你们看看，就是这里啦。所以我哋而家谂住揾一间餐厅食下披萨，可是我不想叫整大哥嚟吃不完，不有没有一片一片叫？没有的啦，他们是整个的，他们清新出炉的，你 order 什么他就立刻做给你的。可以，我们去试看看。可以啦，我们早餐都没有吃什么，是我现在有点饿。OK， 我们来到了这一家吃披萨，坐外面比较有 feel， 所以我们会选择坐外面。哎，还有小的，我们 order 两个不一样的咯，5块钱 ，marinara， margarita， 救命啊！你又讲细披萨，很香。这个是他们的 signature 哎 ，Napoli seafood。My one is olive ham， 还有 cheese。吃得完吗？吃吧。那个皮好好吃啊喂！它虽然看似厚，但是哦，它的那个皮哦，一点都不会来很腻的感觉。吃多我不懂了。嗯，它个皮是 soft soft 的，好吃好吃。哎，你个好吃么？这个没有 cheese 的味道的嘞。Yummy yummy yummy yummy。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的游轮啊 ，Symphony of the Seas， 船头都还没有拍到。哇，这个大太阳真的晒到我们要死啊！可是外国人真的非常 enjoy 在晒日光浴哦。哇，我还没有玩到水呀、啊！今天呐、啊，哇，我们找到一个很美的 spot。
船头哦。哇，我们来到第六层，你也可以来剪头发、按摩的嘞，还有弄指甲 ，facial 也有。哇，霸道。OK， 大家，我们现在变装准备去吃晚餐咯。为什么我要打扮到这样好看呢？是因为今日咧，我哋嘅 dinner 咧系要 formal 嘅，系啊，但系咧我好懒换衫，算啦。系啦，所以我而家好 formal 啦，好似去做工咁样样咯。诶，不是诶，今天晚上的 dress your best 啊。哦、oh, ，dress your best 啊，总之咧，你可以点样？知靓就得噶啦。真系嘅。啊，你看，晚上的是咁黑，系咪好靓咧？大家盛装打扮啊，不是开玩笑啊！这个很特别哦，这个酒吧哦，它是可以升上来，这五楼一直升到上八楼。对对对对，它五楼慢慢这样子，它不是这样啦，慢慢升上来，像一个太空船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很特别这个。哇，这里有小鸟叫的声音，好像我们在森林里面这样子。对对对，哇，也蛮好靓啊！今日嚟呢个 Central Park Dinner， Let's go。我的 starter 竟然是秀友 crispy 秀友虾仁，好正啊！这个 starter 可以再嗌个。妈妈上的 scallop， 嗯 ，cheers， 妈妈上，耶、yeah.。哇，巴蒂啊 ，Royal Caribbean 的巴蒂啊，哇，好开心啊！哇，哇，我觉得我真系老咗啊！现在外面真的是在巴蒂着，我已经好眼瞓。是 life 的咧，他每一天晚上都有这样子的，所以我就觉得很 happening 啊！佢哋系真系释放自己啊！我哋就啊喵喵，我要先喵。Go down, baby, go down. 哇哇哇哇！你他们真的是跟着一起跳的嘞，你看看到吗？是啦，上面那些 stage 的全部是 crew 来的。可以可以可以，当你跳。去下面又不敢跳。你陪我。我不要，我睡觉。影到呢、海的食物，海的海，然后天空。哇，你真是考到我啊！我本来想影一个好唯美食早餐嘅先，呢个朝头早好忙啊！外面哦，很漂亮，冇眨眼啊，大家 ，one two。很漂亮，你睇呢个眼底。这是我们早餐耶！ Yeah, 我们现在准备去泳池玩水跟拍照，因为今天呢，我们一整天呢都会在游轮上面的，明天呢就会到 Barcelona。我们现在是在大人区，小孩子不能进来的。然后这边也是有 jacuzzi 啦，然后给人家看书放松的地方。然后前面呢就是船头啦，多么的舒服疗愈，真的好不想回家我，我现在好不想回家。水上活动咯，我要玩这个，呜，滑下来的，很冷的，外面真的是冷到，呜，呜，来宾啊，
OK， 我们在房间呢也有娱乐节目哦。我们请我们的 Mother，Hello， 他来我们的房间就是为了要帮我们用毛巾折动物，看看他们平时是怎样啊，帮大家布置布置的。First thing I will make dog for you. OK。Thank you so much, Mother. You're welcome. 他们真的很有心哦，每一间房间每一天哦都会有这个动物的毛巾放在你的床，所以你回到来的时候你是开心的。This was yesterday. Yeah, we didn't spoil it. Yeah, 这是他弄的哦。Swan is it? Swan. 啊，我猜对了，天鹅。我们等一下就摆到美美给大家看。This is the body of the dog. Monkey also same body. Only different is head. Wow. 哎，真的嘞，真的嘞。Wow. Woohoo. Wow. Wow.第二只呢，要为我们弄的是 elephant， 要用到大毛巾啊！你看这艘游轮是多少条毛巾？我有看到有一些人分享，他们每一天的那个动物，把它收起来，就放在那个沙发那边摆着，然后拍一张大合照。哎，哇哇，刚拍，这个是大象的 leg。身体哦。Yeah, leg.哇哇哇 ！This head of an elephant， 真的是会变出来。真的 ，You're so creative, Made。哇，真的很像。哇 ！This elephant。And then the last one, Made want to make monkey. Yeah. How many kinds of animal you can make? I'm not sure because you didn't count.Because the cruise is short, 7 days, so we make every other day, so we may just make 3. Oh, okay. Hi, Dijon. Oh, the body is already out. 我们的 Made is from Indonesia, Bali. Wow, Bali. I love Bali. So this is the body, yeah. Final. The head. And head now.How many years have you been working on this cruise? Royal Caribbean is my 8 years. Ooh, 8 years! Many times I done with the Singapore cruise, so visit Malaysia. I like Penang. Yeah, I'm from Penang. Yeah. 大家不要眨眼睛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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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真的好 cute 啊！多谢马爹。而且哦，我们刚才有听到马爹讲，原来今天是他的 last day， 他就会回去巴黎休息两个月，对，陪家人。然后我们很生气，他会要 join 那个 Icon of the Seas， 我们很想去的，我要去。哎，走 crew 啊！我哋一齐帮人执房咯，我要去玩。As these are used as performance spaces. And welcome to Redestin Mars, our first Project Red Planet passengers to travel.准备要下游轮咯，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讲拜拜了。不过我们的旅途还没有结束，对不对？我们要继续我们的 Barcelona 之旅，哈哈哈哈！妈妈想在扎她的心里，不是啊，是你的东西来的，你有我的东西，哎。来给你们看看我今天的打扮哈，这个头发是妈妈想帮我绑的，因为我看不到后面嘛，所以我就叫她帮我绑个辫子。这一身的打扮是来自 Made Paris 的 outfit， 还有包包，包包等一下再拍给大家看，因为我们现在去吃早餐，然后我们再下游轮了，等一下再拍给大家看呢。然后给你们看看现在的日出，哇，是紫色粉红色的咧，哇啦。来 check in 我们的新酒店 Barcelona 的 Revision， 哇，很美啊，环境。它的厕所在楼下，使唔使咁靓啊？好靓啊！
哇，餐厅哇，这是应该是吃 breakfast 的地方哇哇 ，Oh my god！ 咩酒店嚟？我咁靓嘅会，我嘅选择系诶，我都有投票嘅。今天是禮拜日，是不是全部的店是沒有開的， even though 就是那些 shopping 啊， H&M 啊， Zara 那些他们是没有开的，所以啊，礼拜天如果你们是刚到这一边来讲的话啦，你们就可以去景点看看。现在呢，我跟妈妈想呢就要去这个 Casa Vincent， Spain 一个很出名的 architect designer Antonio Gaudi。 如果你们真的是想要进去看看来讲的话啦，你们真的是一定要提前买票，因为他的票是会卖完的，卖完你是在外面排队，然后等其他人出来，他就放人进去了。那个队伍不是开玩笑的哈，真是长到西北的长。你们来旅行当然是要节省时间嘛，所以建议你们先买票。嗯。OK， 我们已经买了票了啦，平均一个人100块马币左右，所以你就可以无限的参观。scan 了这个 QR code 了之后，它就会有一个 map 给你们 ，garden、ground floor、first floor、second floor、rooftop， 哇，全部都可以进去的。出边睇好似细细咁样，系啊，咁大。入边其实有好多好特别嘅，佢啲 design 我哋要睇嘅。嗱，喺巴塞罗那咧，有时间就去参观这些景点，因为这是很有历史性的，几千年冇，有应该有。嗰个 designer 系1862年啊。1862年，你想象是多久之前？我个太爷！他们的 more set 哦，真的是一个挑的嘞，蛮搞笑哦。如果成间都系 more set 嘅话，佢出边嘅墙壁全部都系用 more set 嚟，快快黐上去。哇！最后我们来到了他的 rooftop， 好晒呀！大家就是他啦 ，design 这个 building 的 Antoni Gaudi。安东尼高迪，你睇佢嗰啲嘢，他的杰作很多啦，主要的就是这个咯，美人鱼的咯，卡萨巴托。其实它不叫美人鱼，是我们觉得它像美人鱼。卡萨巴托、米拉、萨格拉达、法米利亚，这边很多，而且墙壁的那些壁画全部都是他的。大老远来到，怎样也要买点东西的。我买这个很 cute 哎，它是可以装花瓶的，很美。然后还有一个更搞笑，这个哦是立在那个酒杯，然后你可以当假的 lamp， 可以做 props， 很好。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巴塞罗那的主教堂，今天礼拜啊，好多人啊，哇！本来妈妈想讲哦，我们是要住这边的酒店，然后可以看过去。然后为什么没有 book 啊？太贵了。然后哦，它还有一些这些街哦，都很好拍照嘞。这间铺头的嘢真系好靓，好精致啊，很美哦。但是要小心哦，很多都是玻璃哦。买翻去装牛奶饮茶，我哋就会记得巴塞罗那，系咪？你买啦，我过嚟你屋企饮。饮茶咁多嘢讲，好。哟呼！我们现在回来 check in 我们酒店，看到吗？我们的那个房间号码几漂亮，520。哎，你嚟睇下我哋房间先。嗨 ，Hola， Hola， Hola。哇！一入嚟就有镜 ，and then 佢个房 ，Oh my God！ 好靓啊！哇，真系好靓啊喂！在巴塞罗那可以找到这样大间的酒店，真是非常难得了。好靓啊！睇下厕所先。哇！包括你啊，
喂，唔係 balcony， 但係可以睇到出邊。呼呼，我們的外面就是可以看到 hotel 外面的街道。我們的 hotel 樓上還有 rooftop bar， 等一下我們要過去看，順便看 sunset。哇，我們上來我們酒店的 pool， 哇，很美耶。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在它的 rooftop bar。 哇， Oh my god， 晚餐时酒店的东西，早餐啊！哇，哇，好多 sausage， 哇！哦，嗯，有点过分了我。不会吗？不会，就是要这样子的。终于给你吃到了哈！外面吃很贵。Hola， 大家早晨呐、啊！我们刚才在酒店吃了早餐呐、啊，那个早餐 super good， 不错不错，而且很多种类可以选择。所以我们现在呢已经 prepare 好要出去了。我们今天也是去看 Goldie 另外一个杰作，就是那个美人鱼。这个票我们真是很难得到的，我们也只能去这么一个地方。今天为了要去看，我也精心的打扮一下，这样妈妈想给你们看我今天的装扮。来。这个裙子是昨天刚穿的，我没有带到 jeans 裤来，所以就将就一下啦。外套哦，很美哦，其实是妈妈想在那个这边的 Pull and Bear 买的，芜湖台，而且不会贵哦，30多块 Euro， 29.9好像。买都难、啊，买都难啊！所以妈妈想讲说，买一件就够了，我们可以share穿。然后今天搭配我这个帽子，还有这个头发是昨天已经绑辫子，有自然卷，可以感受一下头发多的感觉。等一下我去看他的建筑的时候，我就这样。你是 Anthony 的 assistant 吗？我是 Anthony 的宣传婆。这个卡萨巴六，看看这个队伍。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买票，你就是这样子站哦。且现在是早上10:30吧，喂，要上网买票哟，而且一定要提前。如果你已经有 plan 来巴塞罗那玩来讲的话啦，你一定要在一个月前。不要省钱哦，买 skip the line 的票，对，给多50块，对，你就不用这样子排队了。除非你有的是时间了哈。我们现在在排队，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哇！刚呢，他就给我们这一个可以边看他边解释给你听的，什么语言都有哦。对啊，是可以这样的嘞。好靓啊，都唔知边度影起啊，哇！各位，我们发现到一个东西。这个很美耶，拼出来是这样的。不知道我买回去，景轩倩影跟杰森还有阿轩会不会帮我拼耶？哇，我们现在上到来天台了。哇！大
家，我们现在在天台黑下喝杯水，因为实在太口渴了。其实这边呢还蛮值得来的，但是唯一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人很多。可是因为我们是买那个 fast pass 哦，有一些地方我们是可以进，是买普通票是不能进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做得对。接下来访问看另外一个顾客的感想。不好意思，请问你对这个地方有没有很高的期望？高，很高。高啊，高低啊，高低真是还高高高高低哦！我跟你讲，它每一层楼，它每一个细节那些 design 都很美，可是我拍不到照。其实我们不是要拍人，是因为我们只是想拍 building 啊，就很多人在我们前面挡住，就很难拍。所以大家放不到你们了，我们已经尽量拍了。每一步都是人，真的，就是人贴人这样子一直走上去。你要吃啦，来饮饮曲奇咯，通常有曲奇咯啊，多淡火。各位，我已经尽量影俾你睇啦，自己嚟呢度体验体验啦吓。如果有钱嘅话，就尽量包场啦。我哋就系可以卖到高，高已经系最贵嗰个，对，200多。他什么东西都是会给你优先进。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去到第二层的时候，在你之前那些人还在那边哦，他没有走哦，对，所以你也是一样哦。这个地方呢，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多逛完了，所以我就觉得不要浪费这200多块，所以我们选择在那边喝茶。讲影唔到相啊，佢哋好细心嘅。呢度啊，睇住啊，我哋出嚟噶啦。这个是我们自己啊的手机都拍不到的，因为这是他们这一边专有的 photo booth。 OK 啦，好过冇啊，真的是在外面哦，不是假的。来，你两个女仔笑得几腼腆。女仔，价钱算 OK 啦，13.9 euro。只是我们是爬不上来这里拍的哦。对。可以，算系够细心啦 ，Let's go。最后一站，我哋嚟呢个房咧系睇灯光。我又俾 warning 啦，如果你系会晕嘅人咧，唔可以睇咯。属牛属马噶。都唔好睇，零米面 ，OK， 要杀了啊！如果你是会头晕头痛，就不建议你们进来看了哈。我是那种人，但是我帮你们 testing 先。收回刚才那句话啊，我也是收回了。值得看，值得看，最值得看就是最后一趴，我们看了两次，哇，很震撼，很漂亮。所以我们帮你 testing 了，是不会晕的。不会晕的，他们讲可能会晕，可是 OK 啊，我没有感觉。这个真的值得看。好了，我们今天啊参观喀萨巴略哦就到此结束。现在我跟妈妈桑就要出去外面 shopping 逛街。对，不是开玩笑啊，你看人家的 Zara， 哇 ，Oh my God。停下脚步，饮杯茶。我们现在来到了 La Colossa。La Colossa， 其实在 Europa 很多街啊都有这种吃东西的地方的。我觉得随便选一间餐厅都不错吃的辣，因为我们这个也是走得很累呢，我们随便选。哦，我跟你说，这个辣椒一定要点哦，在这边。佢咧系唔辣嘅，好好食，好送走。哇，炸哈吗？然后还有撒点盐，跟胡椒粉，这样就这样子，一点都不辣，不敢吃辣椒的可以吃。感觉得真系快，今天是我们在巴塞罗那的最后一天。我们现在呢要准备 check out， 我们就会去附近的地方走走，因为我们是晚上的机。晚上的机去哪里？我们晚上要飞巴黎。不要讲巴黎先，因为巴塞罗那的旅程还没有结束。OK， 我们就要步行5分钟呢，从我们的酒店去这个巴塞罗那大教堂 Sagrada Familia。哇，去那边看看这伟大的建筑。因为之前我们第一天有来过啦，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走一圈，所以我们今天呢回之前带你们去看看这个教堂。
真的是很伟大哦，他建了百多年还没有建好、哦。对对对，他在建哦，这个也是高地的作品，其中一个作品，建了130年呐、啊，超过嘞，应该是150年吧。听说2026年可以完成啊。哦、OK， 我还在。喂，你们来到这边，记得要小心哦，多人哦，最好是找没有人的地方拍照哦。大家都在对面的公园拍照，这样子这个树哦就可以遮盖到它装修那个东西。OK， 给你们看看妈妈桑平时是怎样给我拍照的哈，所以已经准备好了。快点啊，很多人排紧队啊，快点来啦，你 pose 啦。OK， 来给你看看啊，作品啊，给你们看看一下，因为我相机不敢乱放在旁边啊，还靓的，哇，喂，太快了，人哋睇唔到啊 ，shiny 啊，系咁影啫。来到这个这样漂亮的地方哦，不用想哪里拍照没有人，倒去都是人啊，大家就是要拍照的时候硬挤进去就可以了。各位，刚刚我跟妈妈上花了接近50块 Euro 买了4幅画，我们已经很尽量砍价了，本来没有要买的，可是因为那个画的颜色很吸引我，给你们看看我们到底买了什么东西。我买了3幅，妈妈上买了1幅。这个是黄昏的大教堂，过后我又看到它下雪的 feel 很美，我又买了下雪的幅。不会嘞，我又看到大幅的 colorful 的很美，我又买了一幅，是不是很美？很美耶，那个颜色，妈妈想买的这一个哦，也是很美。有大教堂啦，昨晚我们去的那个 park 啦，是不是很美？我知道你们要讲什么，可能你们觉得我们浪费钱，可是我觉得买来就是可以做纪念，然后挂在墙上，记住我们来过 Barcelona。到了这个 La Boquera， 这是一个市集来的，跟那个没有问那个市集是一模一样的。我买 premium 的耶，好吃啊。妈妈上讲必吃，他们说一定要吃那个什么 baby squid and egg， 这一盘来试试，你看隔壁的很大一下哦，不便宜哦，这边你看看你看看，哇，这是 baby squid， 下面是蛋。这果然是好吃辣椒、哇，我回去应该想念这个辣椒。这个味道好像路边啊烧那个烤松冻，烤松冻的那个干干的那个味道，是有一点灰辣，但是味道是 OK 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掺鸡蛋，但是哎，没有违和感。矮瓜，哇，甜甜的，然后有少少那个 paprika 的味。煎啊，暖暖糯糯的。好啦，我们要继续吃啦。各位，这一次的游轮之旅 Part 2 跟巴塞罗那之旅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妈妈莎。可是我们的旅途还没结束，我们现在呢要准备去机场飞往巴黎耶。这个影片就是巴黎之旅啦，一定要密切的留意，因为我会带很多福利给大家。真的，关于游轮，我相信大家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的啦。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游轮的价格啊，配套是怎样啦，你们直接联系 Grand Holidays 会比较好，因为不同的月份区会有不同的价格。改天呢，我再做一个 Q&A 来解答大家的问题。OK， 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好，再见。哇哇哇！哇哇！食咩名啲？食60扣啊！唉，鬼叫你嚟 Europe 咩？
我们叫一份六十扣。鸡肉吗？ Where is bacon? Bacon is here. 哇， bacon 啊，还有给你哦，他不是没有给你哦。